一直以来，国家肯定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突出的贡献，为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持续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的指导和政策上的支持。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强调香港的未来发展必须深化和区内的兄弟城市多方面的互惠合作，协同发展，把这个区域打造成为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的城市群。香港会计专业只要准确把握并发挥好国家规划蓝图以下赋予我们的角色，定能继续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之所需，并且继续取得我们自己宏大的事业发展。